1943年，俄罗斯发明火花石刻。1950年代，瑞士人发扬光大。1991年，工研院投入开发台湾无自制的现切割，打破日本及瑞士的垄断。从工研院扎根转战莱通，发扬光大，从台湾第一迈向世界第一。莱通科技不断深耕机械工业技术，尽己绵薄之力，期望与您一起成长，共创未来。